正常的寒冰菇遇到巨人扔小鬼，小鬼僵尸不会被冻在空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何使用寒冰菇把小鬼冻在空中呢？只要给寒冰菇来一颗能量豆，奇迹发生了，直接上巨人，倭瓜先砸一下，扔小鬼的同时放寒冰菇，这啥呀这是啊？最后小鬼僵尸掉下来直接摔嘎了。